酒去了，我们也来得很不少的时间嘛，连前头的老太婆家里，我们都来看望来嘛，他对我们很关怀嘛。 因为，邓小平只能代表一个那个时代，而且他只能说他比较有远见的看待这个社会问题，但并不能说他就是这个中国这个顶梁柱什么什么的高。 他是92岁了，就是他可能他老了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我们思想上都是有点抱歉咯。反正我们对当时那个思想支配啊，能够活得多活得几年，反正对我们国家，哈，对我们人民，反正跟到更富足起来的更好。他说他的改革开放那个政策，反正不变，反正觉得那么做起来，我们人民呢？ 好像就贯彻了那个脑壳，在行动上、做上，好像那个方面呢，都往那个方面那么执行。吃西瓜，吃西瓜，吃西瓜，吃西瓜。 因为我们呢有那种认为，他是国家领导人，我们这个普通农民，啊，个人的要求高高啊，也还个人也干得自觉，他是国家领导人，管全国人民的，我们找他啰啰嗦嗦的公事情，都考虑到我们也没找过他，所以他们年轻呢，让我搞得左耳拉虚无的也，在那方面呢，当然他能够我们想的是那个想法。 按照后来，他高龄了嘛，因为走开走得不方便，那是第一条。第二，当然他能够走到后来，他打架还更好。但实在他不能走，你说你个人的要求不可能。